3, 4, 5, 6, 7, 8, 1。这样这样又讲这样不一样，你慢慢去。他说手可以小一点，还是集中在身体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。你们试一下这里。点击吧 ，two， 大家，我们的新专辑即将上线，然后这是我们非常用心准备的新专辑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期待。我们还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，除了中国风，还有我们 Into One 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再次谢谢大家。
三二一，开始。这里是 TMEA 现场电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， 一首点睛送给你们，希望我们不忘初心，一起努力。棒棒糖的这么好吃，味道还可以。你如果咬着这个棒棒糖，然后你捂住你的耳朵，会后悔吗？但是有点意思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骨传导是什么感觉，因为我看到过骨传导耳机，但是我没有一直没有体验过。把它含在嘴里，听到是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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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已经有了。我塞进去，我现在就能听到它里面有什么歌了。我先听一下。等一下，它只有震动啊，它没有。哎，没了，是音通话。对，里面唱的是就是 fire， fire。要放在骨头才听得到。没听到嘞，我怎么？聋了吗？应该是聋了吧。你要骨传导，你知道什么叫骨传导吗？就通过你的骨头传到你的耳朵。你别有，它那个音响在那里面。不是音响，有真的有，我听见了。你这样听就能听见。吉克隽逸老师，真的，我现在太缺好了，极度缺好。还有，如果我放在我这个牙齿，就是它要好像就是在我脑子里又有音乐，棒。